大改变呢、啊？时空交错的感觉。偷看默念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，一切又从头。乱世出英雄，出点神话以为从不接受，看到我看见我，但你未必看透我，用双手摸到我，摸遍我吧，又丢摸不到我，怪我的经过任你去猜，似流星划过，但你抓不住我，善恶对错谁能定夺，是与非谁会对错，情与爱似云烟过，乱世天地间你拦不住我，走下长途火车，月光扑朔金钟，我势在必得。Baby， 任你说消除，任你说用不尽的阴谋阳谋。啊会带不走红尘，都看透此时此事早赚够。几千秋酒，风增加，虚实中的刀伤，我还从不回头。来了，来了，到了。Yeah！杀伤力哦！用一抹阳光，你说暗多的魔。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，谁来铸就？尔虞我诈是散落，说不清对与错，我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，一切一切一切。谢谢君泽，好酷，引发了现场无数少女一致的呼唤，帅，帅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现在让我们请林俊杰和君泽呼唤舞台。你知道吗？那种，刘海湿湿的那种，遮住眼睛半遮不遮的那种男生，其实还蛮吸引我的。君泽其实他是拥有平均分质感非常高的一个年轻人，我是觉得，而且你刚才展现的这个整体的表现能力，我真的是认为你是偶像类型里面综合水准相当高的一位，谢谢，非常有前途。让我们欢迎林俊杰老师。怎么说都是
是错。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，试着自己去生活，试着找寻自我，别再为爱蹉跎。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，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远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错，多少错。心里好难受，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错，多少错。谢谢。Love you, love you。太帅了。好，谢谢二位的表演。J 兄，就是，干净，真的干净，很漂亮，很舒服，很完美，真的很完美。刚才那个，我觉得是比演唱会还要更高等级的一个响宴。非常棒，谢谢谢谢。那君泽刚才表现真的非常棒，棒，谢谢老师。那你做到了一点是很多，在舞台上表演的人都做不到的事情，就是稳定、稳健、专心，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，这是在舞台上非常必须要拥有的一点。谢谢谢谢。而且唱的部分你有你自己用抒情然后声音是松松的这个唱法，我觉得很没有问题，因为在 rap 的地方你是很有力道的，节奏感是非常好的，所以这有一个反差，所以是有力量的而温柔的，然后你的舞蹈表演肢体也很棒，完全没有让我们失望，好棒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助理团的各位请开始合议。
见到。那么现在助理团已经有最后的答案了，对吗？刚才君泽的表演真的超乎年纪，并且那种魅力是非常非常的张扬，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君泽是一个很稀有的算宝贝了。那么 JJ 刚才的表演就是让我觉得像璞玉，非常的剔透，但是中间又有那种生命的纹理。我人生有一个奢望，就是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听到 JJ 一次现场的失误或者破音也好，就不会有，是不是？来一句，还有人说来一句，我来一句吧。啊，观众要求你们破个音，来，请欣赏林俊杰表演破音。还要怎么说出歌？这也行啊。很漂亮哎，完全不露痕迹啊，很真诚啊，很真诚，非常真诚。我出口。